白沙屯强天宫妈祖粉红超跑，历史上头一届来到嘉义市大福兴宫主驾十景。妈祖的圣驾伫咧透早七点到达光明路含溪明路路口，大福兴宫月亮祖庙设红毯，市长吴敏辉、大福兴宫主委陈东本、强天宫主委洪文华、嘉义市议长陈祖文、立委王美惠，阁有济济的来宾，共同向妈祖上香。刷下来十二位来宾点起马炮，五彩烟火点燃，现场闹热滚滚。终于迎来了嘉义历史上的盛世，你讲对不对？掌声鼓励一下。大家真感谢洪主委，嘛因为上大条了后，妈祖的慈悲，也够得到咱的委员大家人的支持，所以因今日透早来到这，我们整个诸罗嘉义乡，我想金阁嘉义乡，大家都翻哦，我想翻天覆地，大家热闹起来，对不对？对。粉红小超跑经过的时候，我想带给大家更大安定的力量，带给大家，我想一定会给大家更大的能量，让咱面对这些挑战，咱各有力量，勇敢向前行，让嘉义一定赢，台湾一定爱赢，好不好？好。期待已久的粉红超跑，今仔嘛伫现场，你讲好唔好？好。来期待咱祈祷，咱妈祖保庇，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伫遮咱伫展景的时阵，咱嘛保庇咱嘉义市一处的活动会当圆满成功。感谢您，感谢您的支持。白沙屯江田江妈祖会保庇大家，感谢您，感谢。白沙屯妈祖，吼、哦、啊，来遮展景。希望咱全国的所有的城市代表，吼、哦，来参加这个盛事，吼、哦，大家平安顺遂，大赚钱，谢谢，谢谢。妈祖乱叫，游客班光咧随着拍锣声不断向前行，大批信徒徛伫咧道路两边，路边的信众嘛设香案，准备真济的食物、饮料来结缘，香灯卡准备齐全，随着妈祖圣驾徒步十景。白沙屯妈祖伫咧七号阴暗七点半，会主驾大福兴宫月亮祖庙。八号透早七点，白沙屯妈祖将再度对大福兴宫出发，到月路祈祷，一直到中道到兴达路，一定下晡的三点二十分，在兴达路和万东街的路口，大福兴宫红毯示驾，恭送强天宫妈祖转往嘉义关。最新新闻，刘定顺、王小璇、嘉义市彩虹报道。目前当地中国杭州举办的亚洲运动会，男子滑轮溜冰自由式速度过重比赛，十五岁的王佑军伫咧金牌战当中惊险胜出，十六岁的黄品瑞则是摕着铜牌，已经是伫咧预赛当中拍破世界纪录。这两位国手拢是涉及伫咧嘉义市，即届伫咧国际比赛当中出名，为国家争光。也让嘉义人感觉很骄傲。嘉义市长吴敏辉更是在六号一早上就前往两位选手的骑家打红本来祝贺，很不容易，而且他们都两位都写下了、可以说国际的纪录，破了纪录。佑军呢，他本身破了这一个纪录，当然可以看得到，他一直都在所有遇到了许多困难呢，他也都很沉稳。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谢谢体育会孙理事长的提醒，那我们教育处跟我们各跟市府团队也跟教育部，那我们在一个公平公正之下，孩子能够脱颖而出，代表了一个能够有选手代表了国家的国手出现了，那这个出现，孩子也用他实际的努力去表现了，今天能够得到金牌，我觉得这真的是孩子的努力，我们也真的再来恭喜，真的感谢所有我们这些选手们的用心，教练的苦心，很高兴，很高兴。你迄阵会足紧张的无？足欢喜。你比较紧张，你比赛的时阵足紧张的对无？评论能继续努力加油，为嘉义市争光，然后呢，也不要让自己的青春浪费掉，就这样。
这样，谢谢。黄幼君目前伫咧家己高工读册，黄品瑞即是就读民雄农工，两位选手展现滑轮溜冰的优势和竞争力，分别伫咧男子组自由式滑轮溜冰速度过增，取得金牌和铜牌的好成绩。嘉义市政府教育处讲，伊正伫持护即有选手奖助金的办法，伫咧亚洲运动会当中取得前三名，会当得到36万的奖金。所以王佑君和黄品瑞等来台湾了后，都会当摕到奖金。最新新闻，张丁顺、王秀璇、嘉义市彩虹报道。明日通宵，白山墩旧天桥妈祖历史上第一届来到嘉义市集景，主办单位特别安排对透早九点开始，在市府大门口发放2000个吉安的零嘴啊，吸引真侪将要迎接新生儿的家长排队等要领取。祈求妈祖婆保庇囡仔平安顺时到大汉。中昼11点，白沙墩妈祖圣驾率领着站警队伍来到嘉义市政府大门口，嘉义市长林辉亲自率领团队恭迎妈祖圣驾。沿路跟随的信徒将嘉义市政府头前的广场客家踏踏垫，叫动祈求妈祖祝福，保庇台湾国泰平安，所有的人都会当幸福、健康、平安顺时。今天妈祖慈悲在我们嘉义市这样的战境似乎祝福我们大家我妈妈的幸福，我想这是我们最感恩最感动的啊。那中午来停驾在嘉义市政府，我们看到满满的大家信众用我们最传统然后最穿心而且最守规矩的方式来进行，这是我们一个台湾金重要的宗教的传统。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感谢大家，更加感谢妈祖慈悲会当来祝福家己，我想家己咱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未来发展有更加大的更加大的欢喜，我们也祝福大家，感恩再感谢。庙里白沙墩妈祖七号首度来到嘉义市，展开着两天一夜的集景，为着迎接来自全台湾各地的信徒，真侪在地民众特别准备各式各样的小食，搁有凉水，提供予跟随妈祖圣驾的乡亲卡，予乡亲卡对着妈祖集景的同时，麦当感受着嘉义人满满的热情味。最新新闻，张丁顺、王秀璇，嘉义市采访报道。从金库里的三年届起，摇滚音乐季《侏罗摇滚》八号暗时在嘉义文创园区盛大举行。第一天的音乐活动由打倒三明治、胖虎、温室杂草等知名乐团轮番上阵，现场请上万名民众到场共享盛举。嘉义市长免费也特别前往，甲少年朋友同乐，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市长免费表示，国庆年假唔那属于国家的庆典。该市更是迎来史上第一届白沙屯妈祖，接下来迎接第三年的侏罗摇滚音乐季，也在国庆日登场。看到一群少年朋友踊跃前来参加，和家市充满热情，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代志。我们的那个妈祖来到我们的嘉义市两天之后，既这样，我们接下来就是侏罗摇滚音乐季。我想很清楚的，我背后一群年轻人、年轻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侏罗摇滚乐已经是第三年了。贝尔暗时由金曲乐团灭火器担任压轴，九号是活动最后一天，更是请来拄啊结束巡演，就马上在嘉义市公开演出的日本超人气乐团，甲金音奖乐团迷先生等接力登场，让现场民众嗨翻全场。精彩侏罗音乐节，让嘉义市这座城市在国庆连假中充满摇滚气息。新新闻调频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和木耕咖啡合作推出嘉义美街度港计划，市长吴明辉和来宾做伙行踏行人街，短短不到100公尺的行人街，有三台传承的三味果汁、小城风格店家、木耕咖啡、新华美西藏社。含玉山食品社透过植物故事的串联，家己比街道甲来感受到小城的风格魅力。出席伫咧新人街的雕塑家蒲浩明，伫咧这一天嘛到现场分享伊伫咧新人街的基地和故事。
有美家之称的嘉义市成人街，伫咧过去包括台湾前辈画家林玉山、雕塑大师蒲天生，拢是伫遮出世。嘉义市工策会参考经济部推动街区数位巩固模式，以嘉义美家度假计划为成人街一点街，设计出具有代表性的徽章，佮有 AR 数位扩增实景。借由现在的扩增实景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哇。林玉山老师在那边作画，那里面呢还有许多印刷室，还有现在的很多当时因为那个时代有咱咧讲的南州戏院，就是后来国民戏院，甚至三山戏院以及甲庐山戏院，整个戏院这里也带来有食品店、有文具店，有许多精彩的店家。一阵子没落了以后，现在一个一个再找回来的时候。青年共创，他的精神让我们更觉得他更不一样。我们有老的精神，有老的传统，但是我们更有创新创意的生活感，那一种那种风格店都一个一个在呈现出来。咖喱米给他的一个实践，让我们在仪式当中再把它找回来，而且找到更多的生命力，请大家一个人，每一个人，大家小酒来到这家。从十月份开始，再请上我们的脸书，我们相关都有可以看到很多网络上的一些分享，大家的故事一起分享出来，让咖喱愈来愈老人。嘉义美街道监串联23间在地知名店家，个性散布成人街区的地图，免费的所谓 AR 扩增实景体验会，会持续长达一冬的时间。伫咧十月份嘛，推出的店家集章活动，一满店家会当得到限量的海报、徽章、佮有徽章等等的礼物。欢迎民众踊跃参与美街行踏，好嘉义市愈来愈闹热。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江义奇彩虹报道。嘉诚新浪音乐节七号下晡盛大登场，江义市长吴明辉率领各界贵宾和大家卡满满的观众共同宣誓，得完共荣，有我嘉义为活动甲开始播。来自越南和印尼的知名歌手跨海来到台湾，上台带来精彩演出，透过音乐和充满着异国美食的刺激，关怀安慰新住民朋友，还有移工的思乡之情。嘉义市的幸福共荣，这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敞开我们的心胸，而且彼此的尊重，更多的包容。所以今天在嘉义市的中央广场里面，我们闻到好香的不同异国的美食风味，还听到了很美丽、很优雅的、很棒的异国越南，还有印尼的民歌手来这边演唱。我想来这样彼此之间的温暖，能够带给大家更大的能量，继续往前走。我想这就是我们多元共融、彼此之间更多的尊重很重要的精神。真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为我们新住民好朋友一起来加油，同时我们有更多包括新住民，谢谢你们的努力，还有对于二代的培力以及许多的计划，我们一直不断的进行，希望透过这样能够在地的融合，大家更幸福更快乐，谢谢大家。早至112年八月底，嘉义市新住民大约有5373位，其中越南籍有1029位，印尼籍有217位。大嘉义地区越南籍移工有1640位，印尼籍的移工移民有1545位。嘉义市政府伫咧今年首度举办嘉诚新浪音乐节，邀请越南和印尼的歌手到台湾演唱，用音乐和美食交流，温暖着异乡人心。活动嘛提供着嘉义市在地本地的新住民，佮有新住民自带的表演团体，展现家己本身的文化才华，佮有精彩的舞台，包含着丹凤歌节新二代舞蹈团，佮有八分支持的灿烂新二代舞蹈团，佮有新住民家己组成的越美丽舞蹈团，透过舞台表演展现自信和性格，嘛予大家看到伫咧嘉义市的多元文化新力量。最新新闻，张定顺、吴秀璇，嘉义市彩虹报道。10月10日国庆日，该市长免费一透早就前往金国新城、金钟社区陪伴民众参与升旗典礼，受到民众热情欢迎。随后在国歌声中，
市长敏惠甲基隆做伙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而在星期天的之后，市长敏惠更甲民众握手问好，现场民众热情收听。你家市经过新城、金钟社区的大火，大部分是早期住伫眷村的民众。每年元旦、国庆日，社区拢会举办星期天的。市长敏惠表示，家己的精神就是保持着希望继续拼，大家作为努力，让全台湾看到家的市。我想，我们嘉义市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国家大家的凝聚力、大家的向心力非常的强。每一年，我们总是会在东区、西区办我们升旗典礼。我们目的是要让大家有凝聚，我们爱国，我们爱家，我们要共同努力。所以我想今天还是依照往例，我们在东区的金钟新城我们在这里办我们的升旗典礼，而西区就在我们的金国新城。我想这两个我们最主要是感谢我们许多当年许多的荣民们，他大家的努力奋斗，戎马一生，才有这么好的国家，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一块土地里面奋斗。台湾是我们的家园，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以中华民国为荣，我们共同努力，让中华民国更富丽、更强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奋斗，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未来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今天的升旗典礼真的很感动，这么多人，大家在年假的最后一天依然真的是盛况空前，各界大家全部百工百业全部都站出来了，大家扶老携幼。你除了经过新城、金钟社区以外，福冈山也举办元福市庆祝国庆升旗典礼，作为欢度国庆日，并在元福市觉宇法师的传令之下，市长敏惠甲大家做伙庆祝国家生日快乐。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庆祝国庆日，嘉义市元福市在十号举行升旗活动，真侪民众一透早就坐往做伙祝福国家生日快乐。随后更是举行九九重阳敬老活动，邀请老中青三代做伙到场共享升旗。同时，由嘉义市长敏惠亲自表扬等份家庭，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市长敏惠更是感谢元福市在觉宇法师号召之下，拢会在国庆日即天举办敬老活动，看到现场满满家庭。特别要感谢元福市，每一年总会在元旦的时候，还有双十国庆来举办升旗典礼。那这也象征着大家凝聚起来，我相信大家期待的和平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长期以来，佛光山元福市也给予大家有更大的希望，给我们更大稳定的力量。谢谢觉宇法师。然后每一次呢，总会在元旦升旗，让我们的元旦宝宝回家。然后在双十国庆升旗典礼的时候，就是重阳礼敬。我觉得这让老小，上有老下有小，我想我们年轻人更没有烦恼，而且我们看到三代同堂在这边相聚的和乐，这也就是一个家庭伦理我们大家所重视的，这是在社会里面我们更需要凝聚这样的力量。当每一个家都好了以后，社会更好，国家会更好。当国家越富强之后，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稳定的家，稳定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期望。我们也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国家双十国庆快乐。10月10号我们庆祝国家的生日，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元福寺这里举行重阳敬老活动。我想呢，不管是家庭、社会、国家，这个百姓们的付出一生的付出呢，都是非常的珍贵。那同样的，这个长辈呢，从年轻到老为家庭的打拼，那我们呢也应该要这个发扬这个孝道的精神。尤其现在社会风气的改变，家庭结构的改变呢，这个敬老活动其实应该要更加的被提倡，要被重视。所以呢，元福寺每年透过重阳这个国庆日的一个庆祝呢，一起来重视长辈，重视这个老人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的资产。那希望借由我们的抛砖引玉，能够让广大的社会群众能够重新去看到家中老人的珍贵。你除了星期天的甲等番三代同堂家庭表扬以外，嘉义市福冈山元福市更是举办一系列活动，让长者在双十国庆日的气氛当中度过一个温馨、欢乐、健康的假期。新闻台民间的七彩虹报道。
国际世足会长期关怀身心障碍者和行动不方便的老大人，为着实现关怀角色，辅助社区展会的目标，让社区需要帮助的老士大和民众就医的时阵会当更加方便。特别由五峰世足会佮交峰世足会的会长发起合招西游乐观，加上国际总会 LCIF 经费补助，佮买一台复机车，捐赠予老厝社区发展协会。六号的捐赠仪式由国际总会 LCIF 的主席陈刚对美国来到台湾，含嘉义市长吴秉辉共同见证。Especially helping with this beautiful van, I love seeing our foundation logo on it. 尤其呢，像这样的漂亮的一部修理车呢，真的我感到很荣耀。Having respect and helping the elderly is very important to Laurie and I. 那能够来给我们的长者呢，这个尊重，我跟我夫人呢，真的很高兴。You make a great day for so many people, and I just want to say s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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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y. 那今天呢，是我最快乐、最棒的一天，因为你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一天，给很多这些需要的人，再鼓掌一下。谢谢。我真的没想到，今天连我们LCIF 的主席，而且也是前总会长贤伉俪，能够亲自莅临到我们这里来，我觉得这真的让我们小小的嘉义市却有大大的能量。这如果不是各位狮子会的所有每一位，我们历任的总监跟所有的会长，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您的努力没有办法迎来这么重要的贵宾。而且你知道吗，布莱恩先主席他里面给我的一个名片里面，他里面我的英文不好，不过我这个应该还可以看得到，看怕我时间来不及啊。 Serving a world in need， 我们鼓掌一下好不好。像是在世界最需要的地方，狮子的精神，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一直都在国际接轨，台湾也是一样，嘉义市更是如此。为着让这台复机车会当发挥更大的效益，帮助弱势民众来就医，修正的老厝社区发展协会也决定和西主会做会，再将这台复机车转送予台中荣总嘉义分院，由院长陈静莹代表接受。这台由国际西主会所捐赠的复机车，除了驾驶之外，会当承载一台轮椅，阁有六位的老士官，都是体谅长辈骑老车行动无方便，车身配备特别选用现在市面上规格上悬的辅助寸脚踏板，确保长辈和行动无方便的弱势民众骑老车的安全，也让复机车的使用会当更加符合着老大人阁有弱势民众的需求。最新新闻，张庭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好，谢谢。嘉义市112年度国文竞赛颁奖典礼，现场由台东国小管乐团以美妙的乐音开场，展现学生的活力。由专业评审所评选出来187位音乐得优的选手，就一上台接受市长吴秉辉亲自表扬。其中各项目、各组总共有76位上届优秀的选手，将代表着嘉义市参加全国语文竞赛，由市长吴秉辉亲自授旗。国语演说比赛高中学生组嘉义女中刘子欣同学代表接旗。那我们从在不同的项目里面，都是依照的全国的语文竞赛里面，我们去做选拔。当然，这一些大家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可以看到指导老师不断的用心在教育，而学生们或者每一个人呢，都是很用心的，不断的自我挑战，提升每一个人的能力。我想语文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在做做学问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可以真的疏解每一个人的心情喜怒哀乐，那些的或者来做许多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借由这样的语文竞赛，看到更多优秀的老师们，他们所培育认真努力的孩子们，我觉得真的很精彩。今天在大同国小颁奖的典礼，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孩子他们的用心跟努力，我们在这里感恩您，也祝福所有的孩子，您的未来在语文领域里面能够找到自己最快乐的那一个领域。
今年度 A 股文竞赛总共有五种语言，有七项，包括字音、字形、作文、写字、演说、朗读，佮有情景式的演说。新年度个性增加一个本土语言读者剧场，参赛的选手总共有657位，学生中的选手拢是先通过学校的初赛，经过几啊个月的努力练习，代表学校参加即届竞赛。为着让优秀的选手伫咧这一届比赛当中，会当互相观摩学习，几乎邀请专业的评审委员，拥有丰富的全国比赛资历。赛程更是比较着全国比赛规格，伫咧演说合拢读的场次，在休息室当中安排专程现场转播。比赛了后嘛，由评审进行精彩讲评，让所有参赛的选手拢感觉受益真大。最新新闻，刘定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公费的流感预防针对二号开始施打，前两天已经接种7650个人，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加出3倍。可能民众有知影家己注什么枪牌预防针的权利，嘉义市政府伫咧日前已经请嘉义市东区、西区卫生所、流感预防针合约医疗院所、学校，阁有社区接种站，必须爱公开各地民众施打的预防针枪牌。为了让民众清楚知道他所施打的疫苗，那我们也请所有的施打的点哦，包括医疗院所、还有社区以及学校的接种站，都必须在他施打的当天，让民众清楚的知道哦他所施打的疫苗的种类。那在这边也呼吁所有的民众哈，目前呢流感已经有逐渐升温的迹象，那施打流感疫苗必须要有2个礼拜以上才会开始产生保护力，所以在这边也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快到我们的合约医疗院所以及接种站来接受这个疫苗的施打。江宜市的基层诊所在最近这两天已经接到很多民众在做预防针进行询问预防针的枪牌，才决定要做或者是不爱做。对着市府公开来及时流感预防针枪牌的做法，普遍都相当肯定，认为会当降低民众抱怨的情绪，嘛增加着医护人员接种的效率。有很多民众对于他施打的厂牌都有疑虑，那很肯定市长那决策说接视让病人来施打是什么厂牌，让病人清楚了解说这是哪一种厂牌，所以病人就比较不会有施打疫苗的疑虑，那增加我们民众施打的效率跟那个接受程度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今年公费预防针接种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10月初二开始，第二阶段则是11月初一开始开放，从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疾病大人来接种。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讲，目前流感疫情有升温的情形，流感预防针施打至少需要2礼拜以上才具有保护力，请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做流感预防针。相关的消息会当到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买单卡电话到卫生局来询问。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